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是助教许博俊，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 neural vocoder 的部分。如果声音有太大或太小，可以跟我讲。那是今天 outline 的部分。首先呢，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在干嘛。然后会讲几个 neural vocoder 的常见的模型，最后会做个小结论。首先之前呢我们就讲过 TTS model 跟 voice conversion model。那之前在讲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是把我们的TTS model 是把 text 当做 input，然后输出的是声音的特征，最后再透过 vocoder 转成 spectrogram，转成声音讯号，所以它的 output 不是直接是声音讯号。那 voice conversion 的 model 也是一样，是先 input 一个 spectrogram，A 语者的 spectrogram 可能转成 B 语者，那它也是声音的特征，还不是声音讯号。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透过 vocoder 才可以转成人听得到的声音讯号。那在这里使用的声音特征呢，大部分都是 spectrogram，也就是横轴呢对应的是不同时间，纵轴是对应不同频率，它的各个强度。好，那接下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把 spectrogram 没办法直接转成声音，还要再透过一个 vocoder 呢？这边就要先讲一下我们的spectrogram 是从何而来的。假设你今天有一段声音讯号 X，你要从里面找出 spectrogram，你必须先把它通过short time Fourier transform。好，那通过这个 SDFT 之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对应跟时间还有频率相关的函数，我们用大 X 来表示。那我们知道，我们做完傅立叶转换之后，它里面的值都是负数嘛，那负数就可以表示成 a exponential i theta 的形式，前面这个 a 啊就是振幅，那 theta 就是它的相位。好，那表示成这个形式之后呢，一样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频率，它会有自己的振幅跟自己的相位。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a 啊画出来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spectrogram。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 spectrogram 这个声音的特征，其实呢只是振幅的部分而已。你要还原一段完整的声音，你还缺少了相位的资讯。那为什么我们之前生成的时候都只生成 spectrogram 而已，不顺便就生成个 face 了？我们把这个 face 画出来看，会发现它长得跟杂讯就是差不多像。所以你要直接生成这个 face，或是从 spectrogram 去还原这个 face，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你可能会问说，这个 face 啊，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会不会它就是随便给？反正你 spectrogram 很好，还原出来的声音讯号就很好了呢？所以这边准备几个音档给大家听听看，建议可以戴上耳机听会比较清楚。好，首先我们来听原本的声音。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好，这是原本的声音。那我们把这段声音中的 phase 设成零之后，它的声音就变成这样。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那如果把 phase 设成随便一段高宣 noise 之后，它的声音会变成这样。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好，可以看到后面这两个啊 phase 随便给的时候，跟原本的声音其实差异还蛮大的，所以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face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但它不好生成。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生成我们听得到的声音的波形呢？那在 TTS 或 Voice Conversion 的 model，它生成的是声音的特征。那我们现在要生成波形，我们就不去重建它的 face 了，我们直接从这些声音特征呢，用一个 vocoder 直接生成波形。好，那比较传统的方法有一个叫做 Griffin-Lin 的演算法，它是可以直接从 spectrogram 去重建声音讯号。那这边可以给大家听听看它的结果。这 This 个 no 是，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好，这个是真实的录音档，那可以看看 Griffin Lane 重建之后的结果。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可以发现他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闷闷的，就听起来怪怪的。那最近就是很流行，有什么问题就拿 Neural Network 来硬 train 一发嘛。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用 Neural Network 来当做 vocoder， 就叫 Neural Vocoder， 它的 input 就是 spectrogram， output 希望就是声音的 waveform， 就它的波形。那它出来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This no longer appears to be the case. 啊，可以发现它的音质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把 vocoder 当做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比如说 vocoder 接在 TTS 上，然后 end to end 的硬 train 一发就好，或接在 VG 上硬 train 一发就好？原因是因为这个 vocoder 啊，我们是拿来做 spectrogram 跟声波的一个 mapping 嘛，所以今天不管你 spectrogram 从何而来，我应该都可以把它 mapping 成一个完整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训练好的 vocoder 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应用在 TTS 上面，用在 VG 上，用在 speech enhancement 上都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今天把 vocoder 就是生成波形的任务独立出来的话，前面专注在处理 spectrogram 就是比较简单的任务上，就做研究的时候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接下来就会介绍一些常见的vocoder 的模型。首先是 WaveNet 是最早最早被提出来直接生成波形的 model。 那你现在如果去查 Google 的 TTS， 它会告诉你它里面用了 WaveNet 的技术。那 WaveNet 呢，它主要就是一个 autoregressive 的 model， 这是一段声音讯号的波形，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讯号它的波形。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大的话呢，好，那它里面其实就是一堆点串起来的结果。那每一个点有，比如说这是比较大的值，这是比较小的值，那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波形。那 autoregressive model 啊，你今天想要 output xt 的 data 的时候，你必须要拿 x1 到 xt 减1当做 input。那你要 output xt 加1的时候，你要拿 x1 到 xt 当做 input 来 output 下一个时间的 data。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生成的。好，那如果画成动态图的话，就像右边这样子，下面是 input。上面橘色部分是 output， 那中间就是 model 的运算过程。那可以看到上面橘色的 output 出来之后马上被拿去当做 input， 再产生下一个 output。 那在 WebNet 里面，它主要的组成呢是 causal convolutions， 就是一堆 CNN， 等一下会详细介绍。好，这边讲一下 WebNet 它的 model 架构。首先呢，这底下的 input 呢，指的就是刚刚我们说 x1 到 xt 减1的 data， 那这 output 就是 xt。 那这边进 input 进来之后呢，会经过 causal convolution 跟 dilated convolution， 这等一下会介绍。那这边一个 residual 的架构，那这边会通过不同的 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叉叉是点乘的意思，这是kernel size 是1的 CNN， 那这样呢叫做一个 layer。这个 layer 的 output 呢会传到下一个长得一样的 layer， 那这件事会重复做 k 次。那在这里面每一个kernel size 是1的 convolution 的算出来的东西会再拉出来相加起来，这叫做 skip connection。 所以会通过 relu 11 convolution， relu 11 convolution， 最后通过 softmax 就产生我们的 output。 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 WaveNet 的模型架构。那首先我们要来细讲的部分是这边的 softmax。 在 WaveNet 里面，它的 input 跟 output 都是 one half vector， 它就不是 scalar。 虽然我们刚才说声音讯号一个点一个点是一堆的数字嘛，但它这边全部把它转成 one half vector。 那转成 one half vector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产生声音的问题写成下列的式子。好，假设你今天给了 x1 到 dxt 减1的 data 当做 input， 那你的 model 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output 一个几率的分布，告诉你 dxt 的 data 最有可能是哪一个。
好，那在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声音的 data 储存在电脑里面，通常是用16 bit 的整数。那16 bit 的整数的范围就会是负的32768到32767。也就是说呢，假设你用16 bit 的整数来 train 这个 model 的话，你的 WaveNet 就会变成一个有65536个 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那这65536显然是很大嘛，对 model 来说当然是不好学。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65536个 class 压到256个就好了，也就是16个 bit 压到8个 bit。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 input 的范围从负32768到32767压到0到255，这样你就从16 bit 的整数变成8 bit 的整数了。那你当然可以很直觉的用 linear 的 mapping 直接把它对应过去，但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会先把这个负32768到32767的范围啊，把它压到负1到1，这边是 linear 的过程。那在这里会通过一个 function， 它叫 mu-low 的 algorithm， 那它的 function 就写在下面给大家参考。这个 sin 函数啊，是 input 是负的时候它会产生负1，是正的时候产生1，然后是0的时候产生0。那这 mu 呢，因为我们今天希望最后出来的是8 bit， 所以我们 mu 带255。好，那我们把16 bit 的整数压到负1到1，然后再通过 mu-low 之后，它的范围还是负1到1。那通过 mu-low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回到0到255，然后再把它变成整数，它就是一个8 bit 的结果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们今天把16 bit 变成8 bit 是一个quantization 的过程。那这个 mu-low 啊，是以前在讯号处理里面要为了要减少 quantization error 而提出来的演算法。那它可以它的效果就是会比你直接 linear mapping 再好一些这样。好，接下来讲WaveNet 里面最主要的架构就是一堆 CNN。先讲什么是 causal convolution。在这张图里面啊，这个蓝色是 input，橘色是 output， 那里面是每一个 hidden layer， 那这个就是一个 kernel size 是2的 CNN， 所以它是一次吃两个 input， output 一个，然后一次吃两个，然后 output 一个。那你今天 causal convolution 的意思是说，我在第 t 秒的 output， 我看到的 data 最多只会到第 t 秒，我不会看到未来的资讯。所以这个 CNN 在扫的时候就会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样子。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 dilated convolution。左边这个啊是一般的 CNN， 蓝色是 input， 绿色是 output。这个灰色在动的就是 CNN 的 kernel， 它是3×3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kernel 每扫过一个地方，就会拿出9个点，然后跟它 kernel 做运算之后 output 一个数字来。那这是一般的 convolution 的情况。那右边这个呢，是有加 dilation 比较大一点的 CNN。可以看到它的 kernel size 一样是3×3，但是它的9个点啊就不是相邻的排在一起了，它是中间有间隔的，那这个就是 dilation。 好，那如果把 causal 跟 dilation 这两件事把它合在一起，就会变成 dilated causal convolution。 那画成图呢，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动图了。可以看到这边第一层它做的 CNN 是相邻的，然后这边会空一格，然后再上去会空三格，然后再来就是空七格这样。好，那做 dilation 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呢？右边这个啊，下面这个图啊是一般的causal convolution 的样子。那一样，下面是 input， 上面是 output。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今天产生橘色这个的 output 啊，我看到了哪些 input， 就是这五个点嘛。所以我有这五个点，我就可以产生一个橘色的 output。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dilated causal convolution 的话呢，你一样 output 这个 time step 的这个点，我一样叠四层，他看到的 data input data 却有16个之多。好，那在这里面 dilation 分别是1、2、4，把它这样上去。好，那你就可以发现同样的深度，
有加 dilation， dilated 的 CNN， 它可以 exponential 的增加它的 input 的看到的范围，也就是这边讲的 receptive field， 会把它拉得很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们说一段声音讯号，比如说一秒钟有16000个点，那你如果产生某一个点，只看了这短短的相邻的几个点就来产生这里，那是看非常非常 local 的资讯的。那如果你用 dilated 的 CNN 的话，在叠一样多层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比较长时间的资讯，再来决定你这个点的 output 要是多少。好，那刚才我们就讲完了 causal convolution 跟 dilated convolution 的部分。那刚才也提到了，这边会有一个 residual， 然后每一层的弯弯 convolution 之后，结果会拉出来，这叫 skip connection， 最后会通过右边的运算产生我们的 output。刚刚有提到这边通过 dilated convolution 的 output 啊，会分别通过 sigmoid 还有 hypertangent 这两个不同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最后点成出来。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名字叫做 gated activation unit。那如果写成式子呢，就会变成这样子：我的 input x 通过两个不同的 CNN 之后，过不同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最后点成，然后 z 就是 output。好，到这边其实已经把 WaveNet 的架构大致上讲完了，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提到 spectrogram。在 WaveNet 里面 ，input 下面的 input 是前几个 time state 的 data x1 到 xt 减 1，output 是 xt。那我们今天要拿来当 vocoder 的时候，我们的 spectrogram 要从哪里塞进来呢？其实就是放在 gated activation function 的部那边。好，那今天你如果产生用 WaveNet 产生声音的时候，你可以给它一些额外的条件，来限制它产生的声音。那你今天丢进来如果是 spectrogram， 它是会随时间变化的，我们就叫它 local condition。 那这边用 y 来表示，那你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 spectrogram 的值。那就跟 x 一样，它会通过一个 CNN， 然后跟 x 通过 CNN 加起来，然后 hypertangent， y 会通过另外一个 CNN， 然后 x 也会通过另外一个 CNN 过 sigmoid， 那最后点成起来。好，那你如果今天给的 condition 不是像 spectrogram 这种，而是比如说 speaker ID， 你希望它产生某一个 speaker 的声音，或者是你告诉它产生的是什么语言，或者是今天讲某一段话的什么情绪，就是整段声音里面不变，维持一样的 condition 的时候，我们叫它 global condition。那这边可能是一个值啊，或者是一个 one half vector 之类的，那加进去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好，以上就是WaveNet 的架构以及它如何拿来用作vocoder 的部分。那 WaveNet 是很早提出来，就是用 NN 来产生 waveform， 直接产生声音讯号的一个 model。那它用了 causal convolution， dilated 的 causal convolution 来达成这件事。但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虽然它产生的声音啊音质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有提到它是 autoregressive model 嘛？那在我们的声音讯号里面，一秒钟就有16000个点，那表示说你要拿 WaveNet 来产生声音讯号，产生一秒钟的声音讯号，你就要运算16000次，那这在生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接下来提到的几个 vocoder 啊，大部分都是想要解决这个生成速度很慢这个问题。好，那首先是FFTNet。好，那 FFTNet 呢，它跟 WaveNet 一样是 autoregressive 的 model。那不一样的是，它把 WaveNet 里面的架构啊，那叠很深的一堆 CNN 改掉了，改的比较简单一点，让它每次运算可以简单一点，可以算的比较快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提出了一些 training 跟生成的时候的技巧。那这个技巧呢，不只可以用在 FFTNet， 是你要用 autoregressive 来生成声音都可以拿来用的一些小技巧。好，左边这张图呢，就是 FFTNet 它运算时候的大概的流程。首先，
这边一样是 input 是x 一到 x t 减一的 data， 那右边 output 一样会是 x t。那你今天 input 进来呢，在 FFTNet 里面，它会先把它切成两段，那分别叫做 XL 跟 XR。那这两段呢，会各通过一个 CNN 之后加起来，也就是这边的第一条式子通过不同的 CNN 之后加起来产生 Z。那产生 Z 了之后呢，它会通过 ReLU， 然后 one-one convolution， 然后再 ReLU， 然后再传到下一层。那也是在做一样的运算，切一半，通过两个 CNN。然后加起来，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发现，假设我一开始 input 是8，它每通过一层，它的长度就会减半。那8，然后变4，然后变2，那接下来就变1，那最后变成1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model 的 output， 它就会把它当成下一个 time state， 也就是 xt 当做 output 这样。好，那一样就是你今天要把 spectrogram 拿进来当 condition 的时候，要加在哪里呢？就是最底下这条式子了。今天我 X 会切成XL 跟 XR， 我的 spectrogram 同样会切成 HL 跟 HR， 然后通过不同的 CNN 之后跟前面这个加起来。好，那到这边其实 FFTNet 的架构就是讲完了，可以发现它比 WaveNet 简单非常非常多，你不用在这边叠一堆 CNN 还有Gate Activation Unit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好，那接下来呢，讲一下为什么这样可以达到跟WaveNet 一样的效果呢？大家可以看这个红色的点，假设我今天要 output 啊，这个红色的点，它是看到前一层的哪两个点呢？就是这两个。那同样，这两个点的 output 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在前一层的这四个点来。可以看到，它每过一层就会看的资讯就会张开变得更多一些，所以它跟 WaveNet 是一样的，就是随着你的深度增加，它看到的 receptive field 是 exponentially 的越来越大。好，接下来讲一下在 FFTNet 里面提到的几个训练 autoregressive 的 vocoder 的一些技巧。首先第一个是 zero padding， 作者说啊，你在 train autoregressive model 的时候啊，在你的声音讯号前面加一些零，会让训练的时候比较稳定一点。好，那第二个是 conditional 的 sampling， 这件事呢，前面我们提到 WaveNet 的 output 是一个分类问题，那你今天要如何选择 DXT 的 output 应该是什么值呢？我们通常是找几率最大的那一个嘛。那作者说，在这里我们想要让我们的 output 比较接近 training data 的 distribution， 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有时候不是找几率最大的那个，我们是根据你 output 的几率去 random sample 一个值出来。好，那第三个小技巧呢是 injecting noise， 在WaveNet 跟 FFTNet 里面，它是 autoregressive model 嘛。那 training 的时候很简单，它是 teacher forcing， 我 input ground truth 真实 data 的 x1 到 xt 减一，然后 output 希望它的 output 越接近真实 data 的 xt 越好。但是我们真的拿来实际的情况在用的时候呢，我们的 model 它的 input x1 到 xt 减一都是之前 model 自己产生出来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 model 在第一个时间点产生了一笔很烂的 data，然后在下一个时间点又产生了一笔不那么好的 data， 这样一直累积下去，它的model 是不是会越来越烂，整个烂掉了这样。好，所以 injecting noise 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我的 input 不要给那么好的品质，那么好的 data， 会加一些 noise 到 input x 上面。好，那这件事呢，可以让你在生成的时候会稳定一点，产生的声音会稳定一点。不过作者有说，就是你加了 injecting noise 之后，生成出来的声音会有一点点的噪音，所以他就用了以前讯号处理的方法来给它做 denoising。好，就总结一下来说呢 ，FFTNet 啊是把 WaveNet 里面的架构很大幅度的简化，那它一样是 autoregressive 的方法。
那在原本的论文里面啊，作者提到说，FFTNet 可以产生跟 WaveNet 一样好的、差不多好、几乎一样好的声音，那用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他说他们在 CPU 上可以达到 real time。所谓 real time 呢，就是假设你今天要生成一秒钟的声音讯号，然后花不到一秒钟。好，这件事是作者说的。实际上在 implement 的时候呢，网络上好像大家都做不太出来达到那个速度啊。不过就是它的速度还是比起 WaveNet 快上非常多。那他后面提出来的几个训练的技巧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下面是就是附个分数的表给大家参考看看，这个帮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稍微提一下说，今天我们在做生成声音的这个任务，比如说之前提过的 TTS Voice Conversion， 那包括这边的 Vocoder， 我们通常没有一个 Metric 可以直接告诉你你生成的声音有多好。我们测它有多好的方法呢，就是找一堆人来给声音打分数。那在这叫 MOS Test， 那在这个 MOS Test 里面呢，会找一堆人来给生成的声音打分数，打1到5分。所以这边分数就是越接近5分就是越好。那可以看到原本的 FFTNet 它的分数其实没有比 WaveNet 还要高，但是这两个啊，这个有加的就是加了它的 training 小技巧之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加了它的小技巧之后，这两个分数都突飞猛进的暴增了。好，那第三个 model 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WaveRNN。那这个东西呢，也是 Google 提出来的。好，那 WaveRNN 用一句话去概括，就是我们不要用 CNN 来 handle 时间的资讯的，我们用 RNN 来处理这件事。好，在开始讲 WaveRNN 里面的 model 架构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下 softmax layer 的问题。前面提到，因为我们16 bit 的范围会有6536种可能嘛，那这个做分类实在是太麻烦了，太困难了，所以我们会把它压成8 bit 做256种可能的分类问题。那在 WaveRNN 里面呢，它并没有把它变成只有256种可能，它是把16 bit 拆成两个8 bit。好，那就是你今天一个16 bit 的 data， 我可以预测做两次8 bit 的分类来达到16 bit 的结果。好，那这边就叫一个叫做 coarse 8 bit， 一个叫做 fine 的 8 bit， 分别就写作 CT 跟 FT。简单来说，这个 model 会有两个 softmax layer， 然后分别做256维的分类问题做两次。好，接下来来讲一下 model 的架构。那这个是你今天要产生 coarse 8 bit， 也就是 CT 的时候的情况。中间呢、啊、这四个 block 啊，这四个运算啊，你可以把它直接想成它就是一个类似 GRU 的运算。那下面这边呢是它的 input， 左边这个呢是hidden state， 上一个时间的 hidden state， 那就会 output 一个这个时间的 hidden state。那这东西呢会通过 linear 两层的 linear， 然后最后 softmax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coarse 8 bit， 也就是 CT 的结果。好，那这个 GRU 啊，它的除了会吃上一个时间的 hidden state 之外呢，它的 input 会是上一个时间的16 bit， 就是 XT 减一的结果。好，那上一个时间的16 bit 呢，可以拆成两个8 bit， 所以就是 CT 减一跟 FT 减一。好，那这是 coarse 的8 bit 得到的方法。那 fine 的8 bit 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我会有另外一个 GRU 来handle 这件事情。那唯一不同的是，在这边的 input 不只吃上一个时间的CT 减一跟 FT 减一，我还会把前面产生的 CT 拿来当做 input。好，最后我就会产生这个时间点的 FT。好，那上面呢就是整个 WaveRNN 的架构。实际上在原本的论文里面啊，也就这些图而已，并没有详细的跟你说 model 用了什么东西，用了几层这样。所以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 implement 的方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看。好，那
接下来 提一下，就是在Wave方案里面有提到一些把 model 再加速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叫做 sparse Wave RNN， 这个做法就是对它做 weight 的 pruning， 我们把一些比较小的 weight 设成零，直接去掉，那减少在运算上面的时候的消耗，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叫 subscale 的 Wave RNN， 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原本呢、啊，我们在产生上面这一段声音讯号的时候，是先产生第一个，再产生第二个，再产生第三个，再产生第四个，这样一个一个 autoregressive 的方法的生成嘛。那 subscale 呢，是把这段声音讯号折成下面这样，这是1到8、9到16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不是生成1再生成2再生成3了，我们现在是生成1再生成9再生成17这样生下去。那这边是生成5再生成13再生成21这样生下去。那这8个呢就可以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呢就可以快8倍这样。那你用上了这些加速的方法之后呢，原本的论文里面说啊，他们的 Wave RNN 加速之后可以在你手机的 CPU 上达到 real time， 就你现在 GPU 也不用了，我用手机的 CPU 就可以有很快很快的结果了。好，这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强的 RNN 来做 waveform 的生成。好，那以上讲的三个 model 啊，都是 autoregressive， 从 WaveNet 有很好的音质，接下来 FFTNet 跟 WaveRNN 想要进一步加快它的速度。那速度之所以会慢呢，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autoregressive 的方法。所以就有人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 autoregressive 来生成声音？于是后来有了 WaveGlow 这样的一个生成模型。好，在开始讲 WaveGlow 之前呢，要先提一下 flow-based 的 model 是什么。上面这张图啊，是 GAN 的 model。这里有一个 discriminator 跟一个 generator。discriminator 要做的事情呢，是从一堆绿色的真实资料跟蓝色的，就是生成的资料里面去区分出真实资料应该要长怎么样子，去把它分到正确的类别。那 generator 要做的事情呢，就想办法骗过 discriminator， 也就是让它生成的这个 xplon 啊越接近 x 的 distribution 越好。那 flow based model 要做什么呢？ flow based model 里面呢就不会有两个 model 了，它全部只有一个 model， 我们这边写作 f。那这个 F 呢，是一个你真实的 data 跟你自己定义的一个某一个 distribution 的 mapping。举例来说，这边用 Z 就是高宣 distribution。那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 flow based model 啊，可以把 X 你的真实资料 mapping 到高宣的 domain 上面，就是你 input 的是真实资料，我希望它 output 越像高宣 noise 越好。那在拿来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F 是设计过的，它可以 inverse， 也就是变成 F 负一，可以 inverse 拿来用。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把 Z 当做 input， 那输出呢就是直接是一个 xplon， 就是生成我要的声音讯号了。好，如果用数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是像下面这样，今天你的Z 呢就是 f of x，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 x 就是 f 负一 of z。好，那今天我们的 z 啊，我们把它定义成是在平均是0，然后标准差是1的高宣 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 PDF 就写成右边这个式子，这个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 PDF 啊，就是这个式子，所以这个 qz 啊就可以代表某一个 z， 你丢进去的时候，它告诉你它出现的几率有多大。那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呢，就是会把 x 丢到这个 function 里面，因为我今天丢的是真实世界资料的 x 嘛，所以我会期待它 x 丢进去，你这个 f 如果 train 得很好的话，你给我的几率应该要很大。所以我如果从上面这条式子想要推出 q of x 要怎么算出来的话呢，就是把第一条式子跟第二条式子合起来，就会跑出上面第三条式子，也就是在第二条式子的 z 这边呢、啊，做变数变换，把 z 变成 f of x。那在几率里面呢、啊，我们学过，你做变数变换的时候呢，
不能只是就单单这样把它变过去，后面啊要再加一项，这个是 Jacobian determinant 的绝对值。好，那总之呢，今天你有一堆真实的 data， 我们叫 x， 那你有一个你自己设计出来的 model f， 你今天 train 这个 model 的时候呢，会希望我把 x 丢进去，出现的几率越高越好，因为它是真实资料的 x， 所以希望它的几率越高越好。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个 q of x 啊取 log 之后，这就是我们 training 的时候的目标。那 training 的时候的目标就是把这个东西 maximize 它就好了。那讲了上面那些之后，你在设计 F 的时候就会有两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是你设计的这个 model 啊，要很容易的可以 invertible， 这样你才可以一下把它拿来用 F of X 运算，一下拿来用 F 负一 of Z 运算这样子。那第二件事呢，是这整个 model 里面它的 Jacobian determinant 要很容易可以算出来，就是这个部分，这样你才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好，那这个 f 要怎么设计呢？假设今天我们有一段 x 是input， 那我们就把它切成 x1 跟 x2， 然后我们 h 是一次运算的结果，一样是可以切成左右变成 h1 跟 h2。那我们就定义说 H1 啊就是 X1， H2 就是 X2 加上X1 做了某个运算之后的结果。好，那这个一个 H 上标一啊，就是做一次运算，那这个运算啊可以做很多很多次，那如果把它串起来之后呢，就会得到我们的 Z。 那像 H 这样的运算啊是可逆的，假设你今天有 H1， 你要怎么推出X1 跟 X2 呢，就是用右边的这条式子。好，那这个很多很多次的 H 的运算呢，就是我们最后设计出来的 F。 如果画成图的话会比较好理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段 X 进来，我切成 X1 跟 X2， X1 呢直接保留，直接当做 output 输出，然后 X1 会通过一个 M1 的运算跟 X2 加起来，那就叫做 X2， H2。那同样这样的运算可以经过好多好多次，最后这边我把它叫做 Z。 那一样你的运算啊，不一定要每次都保留上面嘛，你可以第一次保留上面，第二次保留下面，对，这样运算过去。那总之不论你选择上面这种或下面这种，它的运算都是 invertible 的，你给 X1 X2 你可以推出 H1 H2， 你给 H1 H2 你可以反推回 X1 X2 该长什么样子。好，那上面讲完了 flow-based model 它的 model 设计上大概的样子，还有它 training 的时候的 objective 会长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Weaveglow 它的 model 该长怎么样。这张图是 Weaveglow model 的架构，中间这一大块啊，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F， 它是一个 invertible 的 model。 我今天 input X 它可以输出 Z， 那我再拿来生成声音的时候呢，我可以 input z 然后输出 x。 好，然后这边讲一下里面的一些细节。首先呢，你今天 input x 进来的时候呢，它会把它改变它的形状，这个稍后会再提到，然后会通过一个 invertible 的 one-one convolution， 那它其实就是 one-one convolution， 只是它是一个可以可逆的这样子，它有设计过让它是可逆的。那 affine coupling layer 就是我们上一页讲的那一堆运算，可以把它图放大来看，就变成右边这个图。你今天一段 input 进来，切成左边跟右边，左边直接保留当输出，然后左边会丢给一个 model 做运算，那算出来的结果呢会乘上 xb 变成输出，就是 xb plum。 那在 Weaveglow 里面呢，这个啊拿来对 xa 运算的这个 model 啊，它是用 WaveNet。 好，所以这就是Weaveglow 它的名称的由来。那同样的，我的 spectrogram 也可以像之前 input 到 WaveNet 的方法一样接在这里，就是从这边输入进来。好，那这样是一个 layer， 那这个一层，那这个会有总共12层在 Weaveglow 里面。那刚才说我这边 input 会把它改变形状嘛，举例来说，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啊，我每次
input 是一秒的声音，就是16000个点嘛。那在这边呢，会先把它改成8×2000。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刚刚我们说左边这边啊，要把一段 input 切成 XA 跟 XB 嘛。那你如果直接对16000去切的话，会变成左8000右8000。那左边的8000跟右边的8000时间上是差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不如把它改个形状，这样切的时候是4×2000，4×2000，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就是一个subscale 的架构而已。好，那上面的 model 就是 WaveGrow 它长的样子。那 training 的时候呢，就是用刚才提到的 objective function 去 train， 想办法让那个 maximize 那个 objective function。那在拿来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整个 model 反过来 input noise， 然后 output 就会是声音了。好，那因为这样的架构啊，你可以一次 input 一整段，比如说16000，比如说32000个点。那它的 output 一次就是一整段的声音讯号，所以它生成速度比 autoregressive model 快上非常非常多。但这种 model 啊，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非常难 train。在原本的论文里面啊， NVIDIA 这是 NVIDIA 提出来的 model， NVIDIA 说他们用了8张 GV100 的 GPU 才 train 出这个 model 的。好，这 GV100 我去查了一下，一张大概要35万左右。好。那这边小结一下，我们今天提到了一堆 vocoder 的 model， 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你如果只看 quality 的话，最早提出来的 WaveNet 啊，其实是最强的，然后它表现是比其他都还要好上，比其他还都还要好的。那在训练时间的部分呢、啊、，autoregressive 都蛮快的，相比 WaveGrow 都快上许多。那在生成速度上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你今天要达到 real time， 你必须要每秒可以运算16000次。好，那 WaveGrow 呢，它可以达到 520kHz， 这是远大于 real time 所需要的速度。那在你没有经过特别优化的 WaveRN 啊、FFTNet、WaveNet 都是没办法达到 real time 的。但WaveRN 跟 FFTNet 都是比 WaveNet 快上许多的。那 WaveNet 的速度呢，大概就是你每秒钟可以运算110次吧。这是什么概念呢？这表示你今天要生成一秒钟的声音啊，你大概要花上2分钟来等它生这样。好，那在前面呢，我们有提到一个传统的方法叫做 Griffin-Lin algorithm。那这个东西啊，你如果很会写 code， 那你可以把它 optimize 很好，它大概可以达到500多kHz 的速度。好，那现在的 neural vocoders 的状况啊，大概就是要么很难 train，然后要么很慢，对，而且需要高度的优化才会有非常好的结果。所以现在的研究方向、啊、会比较偏向说，哎，如何加快它的速度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很好的 quality。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又不要太难 train， 不要花太多的运算资源。好，这是这个领域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好，那今天的分享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